Hello everyone, we're gonna do a fluid art today and let's see how it turned out. 现在，把你的身体放到最舒服的状态，把眼睛闭起来，眼睛一闭起来，你就开始放松了。注意你的感觉，让你的心像扫描仪一样，慢慢的从头到脚扫遍，你的心扫到哪儿，哪儿就放松下来。现在开始，你发现你的内心变得非常平静，好像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奇妙的世界，完全远离了世俗。只会听到我的声音和背景音乐的声音，其他外界的杂音都不会干扰到你。甚至如果你听到突然传来的噪声，你不但不会被干扰，反而会进入更深、更舒服的催眠状态。现在，注意你的呼吸，你要很深很深的深呼吸，有规律的深呼吸，慢慢把空气吸进来，再慢慢把空气吐出去。深呼吸的时候，想象你把空气中的氧气吸进来，空气从鼻子进入你的身体，流过鼻腔、嗓子，然后进入你的肺，再渗透到你的血液里。这些美妙的氧气经由血液循环，输送到你全身每一个部位、每一个细胞，让你的身体充满了活力。每一次的深呼吸都会让你进入更深沉、更放松、更舒服的状态。每一次的深呼吸都会让你进入更深沉、更放松、更舒服的状态。每一次深呼吸，所有的不愉快、不舒服都离你远去了。注意你的呼吸，当你专注于呼吸的时候，察觉空气在你体内流动，感觉氧气进入全身每一个细胞，你的身体就会自然展开补充能量的过程。你越能集中注意力在你的呼吸，你的身体就越健康，越有活力。从现在起，继续深呼吸。你一边深呼吸，一边聆听我的引导，很自然的。你什么都不必想，你什么都不想想了，只要跟着我的引导，很快你就会进入非常深、非常舒服催眠状态。现在注意你的头顶，让你的头皮放松。注意你的头部，让你的整个头部都放松。注意你的眼部，让眼部附近的肌肉放松。注意你的耳朵，让耳朵附近的肌肉放松。注意你的脸颊，让脸颊附近的肌肉放松。注意你的下巴，让下巴附近的肌肉放松。注意你的脖子，让你的脖子感觉非常放松。现在
肩膀，然后放松你的左手，再放松你的右手。现在注意你的胸部，让胸部的骨头、肌肉都放松。注意你的背部，让你的脊椎和背部肌肉都放松，彻底放松你腹部的肌肉，毫不费力的。然后你的呼吸会更深、更轻松。现在放松你的左腿，然后放松你的右腿，继续保持深呼吸。等一下，我将会从一数到十，每数一个数字，你的身体就会更放松，内心就会更宁静。当我数到十的时候，你就会进入催眠状态了。在数数的过程中，你随时都会进入非常舒服的感觉。这时，我每数一个数字，都会让你进入更深、更深的催眠状态。一，放松，更放松。二，非常放松。三，完完全全的放松。四，内心感到舒服、宁静。五，非常非常放松。六，现在感觉好极了。七，感觉到非常的舒服。八，你很享受现在这个状态。九，你非常非常享受现在这个催眠状态。十，你非常非常享受现在这种舒服的、放松的催眠状态。现在我要对你说一些话，这些话会深深进入你的潜意识里，你的潜意识会牢牢地记住它。记得啊，他们只会对你好。我要开始了。从今天起，我的潜意识里的各种负面信息都不会发生作用。我乐观、自信，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。我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永远保持清醒的心来面对各种事情。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事都有深刻的意义，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事，都可以帮助我体验更深刻的人生，使我更聪明、有智慧。我深深相信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真的相信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只要是我想做的事，我一定可以做到。只要是我想完成的事，我一定可以完成。我喜欢我自己，我要让美好的事发生在我身上。我爱我自己，我要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都非常健康。我的直觉越来越敏锐，我能一眼就看清事情的真相。我有良好的表达能力，我和任何人都可以沟通得很好。我感觉敏锐，我的心思细，
我有优秀的观察力，我的观察力非常非常好。我每天不断的学习，我的每天都有新收获，我的每一天都有新的成长。我尊重我自己，别人也尊重我。我喜欢别人，别人也喜欢我。因为我的每一天比每一天都更好，我拥有让别人信赖的能力。我做任何事情都会坚持到底。所到之处没有不顺利的，处处行得通，办得好。我有坚强的心灵，也有敏锐的感觉，没有任何事可以让我悲观沮丧。我可以掌握我的人生，我拥有幸福、美好、成功的人生。对，就是现在，现在这一刻。我拥有强大的意志力，只要我全力以赴所做的事，我就可以实现。我可以实现我想达到的目标。我可以随时让自己处在非常放松、舒服的状况。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状况。美好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我身上。我感激每一个人，每一件事。从今天起，我的潜意识里的各种负面信息都不再发生任何作用了。我非常的乐观，非常的自信，我有能力解决任何事。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永远保持清醒的心来面对各种事。好，现在跟我一起深呼吸。再来一次，停住，你现在感觉非常好，好了，现在是回来的时候了，感觉你自己在慢慢的往上飘，身体慢慢的向上飘，再往上飘，穿过房顶，穿过屋顶，看到你的房子漂浮在很高很高的天空中，全身都很放松，很舒服，全身每一块肌肉都很放松，很舒服。现在和我一起深呼吸，现在在你周围出现了一个强烈的白光，具有强烈能量的光，非常舒服明亮的光，从这束光周围传出舒服的能量，把你包围住，包裹住。这束光源源不断地给你补充舒服的能量。现在做个深呼吸，
你就好像正在充电的电池，尽情地享受来自这束光的无穷能量，越来越精神，活力满满，精力越来越旺盛了。现在做个深呼吸，尽情的吸收，尽情的享受来自这束光的能量，来自这束光的美丽能量。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，你的心里会越来越平静安详，你觉得自己越来越有信心，可以面对各种事，你有能力可以做好任何你想做的事。你可以的，你可以做好任何你想要干的事。记住，你会一天比一天更好。记得，新年了，你会一天比一天更好。做个深呼吸，尽情的吸收来自这束光的能量，接下来等我从十倒数到一的时候，你会慢慢睁开眼睛。在你想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你会恢复到正常状态。十，慢慢醒来，身体慢慢恢复知觉。九，一点一点越来越清醒。八，渐渐恢复身体的正常感觉。七，越来越清醒。六，内心平静安详。五，越来越清醒。四，全身都充满了力量。三，越来越清醒。二，就要醒来了，感觉特别好。慢慢地睁开眼睛，在你想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揉揉眼，揉揉耳朵，抹擦抹擦脸，做个深呼吸，让身体轻轻地摆动。好，现在完全清醒了，感觉非常好。这是一次非常美妙的催眠体验。随着你继续听这段音频，你会更容易地进入深深的催眠状态，而且你的一切都会越来越好。你的一切都正在变得越来越好。每一天，你的所有一切都正在变得越来越好，你会一天比一天更好，每一天都感觉非常好，你的所有一切都会越来越好。谢谢，拜拜。